结束了，我先总结一下哈。今天呢，我个人累计消耗卡路里是2788米，然后我用手表记录了一下，累计爬升1700米，因为我们是原路上原路下，所以累计下降也是1700米。然后总的这个骑行一共是27公里，其中有90%是非铺装路面山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岩羊这台车，这台车呢，它是用的这个那个八方的电机，国产的岩羊，然后最大扭矩好像是90还是105忘记了，然后它的电量呢是700，它的电池是750瓦，那现在回来以后剩17%，电量剩17%，这是岩羊这台车。